三夹班迭个事开始辣辣上海流行起来。迭个老婆得老人啊，一个是皇后，一个是太后，两家头呢侪不能得罪。老公，给我倒杯水。哎，来了。自己没长手啊，自己下来倒。不敢劳你大驾，我长手可以自己倒。不过，大概是记性不好，我忘了是谁前两天哭着喊着要给我捏手捏脚倒茶递水的。而到了现在，双面胶这个事也开始慢慢的被传开来了，同样是男人辣辣婆媳矛盾里的代名词。这个三夹板和双面胶到底有啥个不同呢？啊，欢迎回来。阿拉刚刚看了段短片啊，这个里向有一个词啊，三夹板这个词啊，我想阿拉三家头应该侪是蛮熟悉的这个词啊，老早六七十年代，包括七八十年代，侪非常流行的。但是现在呢，好像三夹板这个词啊，不大行了。现在行出来叫啥个双面胶了。有啥区别吧？三夹板和双面胶跟三夹板本质高头是应该有眼区别了。阿拉上海人老早三夹板倒不是讲是指做儿子的。来阿婆跟媳妇当中，搿是后头引申过来。最早三夹板叫碰着事体夹辣当中才叫三夹板。哎，那么多了。到后来发现搿只现象最多的就是儿子来了老婆跟娘之间，哎，搿三夹板就变叫三夹板了。就阿拉搿一辈小的辰光，经常看到就是再比阿拉上头一辈的亲眷也好啊，弄堂里的啥个阿姨妈妈、舅妈老啥好，就是讲出来把表情，我讲到哪里来，句闲话勿适宜。我脑子么是回去了。哦，回娘家三个字是定狠了。所以男人最吓的就是讲回娘家。对哈，一讲啥么子，有种人搿种回娘家了，好，搿三个字啪啪啪啪打么子，男人开始就义了。好嘞呀，老婆，迭个侪我错，好勿啦？搿哪么呢？哪么搞到我丢了？哪能来？我讲到哪屋里向？哎哎，那么开始讲是第啥么子了？对伐？那么搿种多数还是娘家条件比较好。哎，娘家条件比较好。那么倒过来讲嘞，男人有辰光会得讲嘞，搿。阿拉妈是不好，对不啦？根本等退休我去讲伊。我说我现在侬跑这个不对了，根本侬跑了，我讲伊当了伊面讲，当了侬面讲嘛不好。我偷偷叫会得去讲啊，侬懂伐？搿么埃面在哎，等一下，偷偷叫去跟娘讲。哎，搿只老婆要跑了呀，搿媳妇讨一个精力不容易呀。哎，侬去讲两句好话，娘们吼了不得了。搿叫没办法咯，哪能闹啥呢？搿侬儿子哦，做得来哦，真太背哦，哪能？搿男人这个吼啊，两面讲。两面讲伊，搿么也没办法。而且老早侬回娘家了，一家人家发生点啥个争执了啥，一条龙当才晓得。对对对。搿么上海人老要面子个，改造事故，改造事故。但现在呢就不一样了，所以现在呢是倒过来。双面胶呢是啥呢？伊是贴上去。哎，贴上去，三夹板呢是隔了当中。三夹板是两面压力过来，伊是被动的。双面胶呢自动贴上去。哎，贴上去哦，对搿女方的爷娘，对自家爷娘是贴上去。也就说明对伐？原来相对来讲，搿个做老公、做儿子搿个角色啦，做得相当辛苦，相当被动。现在呢，相对来讲呢，伊有积极性。啊，伊自家开心了海，伊呢，伊骨头轻，伊要去搭人家，葛末喏，搿种心态也勿一样，对对对，哎，因为老早我晓得这个生活条件嘛比较艰苦，讨一个老婆呢，真也勿大容易的，讨一个媳妇呢很难，葛末今朝搿新娘子讨进来，屋里向等于抱个呀，对伐？那弄搿讨进来勿容易，葛末老公呢对老婆好眼，好眼之后嘛，屋里向呢万一有啥摆勿平嘛，老婆要。旁边枕头边上要讲哎，侬拿娘闹，偏心闹，偏了侬阿弟闹，偏了侬阿哥闹。那么呢，搿当中男人就做三夹板。你讲了老对的，为啥现在矛盾少？一个现在个经济上去了，对，房子呢分开来住的，有迭个条件我就买房子，没迭个条件的，我亲眷道里看了还蛮多的，伊拉租好房子，哪怕5000块伊也租。你讲呢？阿拉现在搿能介。就是讲呢，一个礼拜去外头租房子，一个礼拜到周末回去夜饭去试试。就是跟爷娘之间啦，沟通，吃好夜饭嘛，打80分。假使觉着相处得没问题的，葛么一个礼拜呢多回来几天，等到全部觉着大家互相之间木头性格了，也能够两家对方的啥么子底细了，啥地方侪晓得了，好，葛么。阿拉外头房子回头他哦，搿么也蛮好，对勿啦？就是对人家叫私婚，伊拉叫私事。私事，其实是三夹板对伐？到双面胶了，伊其实是阿拉社会发展、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。就是辣搿搭，侬讲了对个，
因为啥呢？搿辰光当时个社会条件，搞经济条件，才决定了一切。因为旧社会辰光，侬晓得个，女人嘛，侪蹲辣屋里，男人养屋里个，对伐？男人养屋里嘛，搿个阿婆狠得不得了，因为我儿子养一家人家个，搿么搿个阿婆就身家是端辣海个，搿么倒过来，伊做媳妇个辰光，伊也苦个。那么伊好不容易做阿婆了，我勿得侬狠两记。十年辛苦熬成婆啊！阿拉老早有句闲话嘛，十年辛苦十年婆，再过十年做太婆。三个辈有特定个辰光个，真正。说说在前头，对不起，男人讲了算个，三个班也是在六七十年代个辰光开始。对，那个个商品高跟三个班其实已经捏了一道了。变成一个新的一只组合了，就讲阿拉现在碰上最大的问题，侬讲特别是夫妻两家头是两地的，就像譬如打个比方，一个是了东北啊，一个了浙江啊，那么伊拉侪来上海工作的，那么哪能办？过年哪能办？搿个是真的老难，而且越来越多了，各方面的婚姻。侬讲每一年拿双方爷娘接到上海来，搿人家双方爷娘当地侪有亲眷朋友，对吧？搿么侬讲今年伊拉接到上海来，明年我到东北，后年到浙江，总归觉着大人会得觉着过年过节少脱一样物事。搿侬刚讲的是新上海人，对，阿拉上海本土上海人也面临这个问题。那么现在排座规是本土还好点呀，我大人呀，初一还好跑跑，伊还没得跑出去要3-5天了。一般大人也蛮吃家的，那么把啥人家话？现在不来吃，也不一定吃到。对个，轮流吃。那么小人也吃，今年侬吃小人呀，明年呢吃大人呀。现在不是嘛？到饭店里向，自家大家弄等，两亲家摆了一道了，就全部，这就是在了一道吃。就是由于三隔辈引申出来新的产业，就吃年夜饭啊啥么哎。其实侬吃年夜饭到饭店，就是搿最好解决问题了。男方爷娘、女方爷娘，大家都一道，也勿到啥人屋里，对伐？的确，现在个形势啊，各方面是发生变化了。当然，还是存在这个问题的。三隔辈男人哪能到底哪能做得好，应该哪能做？阿拉先来看头对个，好吧？如果讲六七十年代个上海男人的三隔辈生活，这是1.0版本。那么，当时代发展到今朝，这个双面角呢，就可以算是三隔辈个2.0版本。现在每家人家侪是独生子女。80后、90后的小夫妻，不仅要应付自家爸爸妈妈的关心，更加要双双面对对方爷娘的重点关照。亲家母啊，我自己来。我们家娟儿啊，从小就被他爸爸惯坏了，他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的。我想教他的，可是晚了，结婚的时候我就把丽娟交给雅萍了。晚啥呀？多干点不就会了吗？是不是娟儿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谁有空谁就得干。不过呢，还好，通过努力，阿拉聪明的80后和90后啊，最终让这块三隔辈的质量变得越来越好，不光有弹性，更加有粘性，就像双面胶一样。你说他咋那么爱吃，啊？就跟那个上磨道的驴似的，嘴老嚼着。那小食品呐、啊，一堆一堆。可吃饭的习惯不好，寡吃菜不吃饭。那天我还说了，我说娟儿啊，你吃点饭。你猜他咋说的？吃饭怕胖。那你吃饭怕胖，吃肉就瘦了？是啊、我的妈呀，吃起肉来，一块接一块呀。眼里头谁都没有，老的少的都没有。今天你妈是不是爽疯掉了？趁我不在家使劲的告状了吧？没有。少来啊！真没有。快说，有在改置物资架没？一句坏话都没说，净说你好话了。阿拉看了刚刚这个关于双面胶的三隔辈啊，现在嘛才是双面胶了，我三隔辈的男人好像现在少了。80后的小人的双面胶里向也有得伊个，为啥伊要拼命去得？但是双面胶还是有得伊个，痛苦和困惑的地方，啥道理呢？爷娘还是在看不惯小人的事体啊。啊，搿肯定有。侬小人辣辣买物事，现在个小人侪追求啥物事？物事好，牌子对吧？用上去质量要好，不像大人想吃老简单的。侬买搿样物事，侬先用起来，实惠要紧。
对吧？金句内容。哎，侬比方同样一只灯，葛么爷娘做个过程，侬一只灯灯泡五框里、十框里的十几框里先搞定。嗯。但是侬要晓得有几百框里是 LED 的，也不舍得买的。但是 LED 小人肯定要买，啥道理？伊用上去以后啦，伊灯亮，不要去搞伊。第二，伊用电老省的。那么这个矛盾，搿是观念了，要冲伐？刚刚侬厨房间、卫生间用的搿种灯泡啦，搿种节能灯啦，伊其实反而侬勿断的开关，哎，对对对，伊寿命会得短。哎，对对对。搿老年人呢，伊有习惯个，晓得伐？哦，关灯老气人。盖个房间里向又没人，侬去开了还做啥？侬吃饱啦，浪费电呀，啪嗒关脱。那么埃面搭开个来，啪嗒。那么伊过头，咦，哪能又开了？啪嗒关脱。那么到后头呢，就勿开心。啊，是个。勿开心。老小事体引发。侪是侪是。其实就是利益。每个人的理念不一样。阿拉屋里向，我唯一做三隔板的，就是那讲到搿，阿拉娘，就年纪大的人，比较做人家，伊啥呢？隔夜的菜伊勿肯倒脱个，哎，搿菜苗多脱，明朝好吃个呀，吃来好吃，对伐？阿拉老婆呢，伊勿欢喜吃搿夜菜啊，伊搿搭个物事倒倒脱么好唻？那么阿拉娘就勿大开心，但阿拉娘勿会讲。搿么侬硬吃呢？我来吃脱伊勿啦？那么我一直动脑筋，勿是我又动脑筋，后来哪能办法呢？我就专门。我不是我吃，我不是我吃，我专门动个脑筋。妙招，因为我打了阿拉娘坐了海，阿拉老婆来收台子，我说哎，搿不要倒汤啊，明朝早浪我搿汤我没吃啊。阿拉娘听了蛮开心，哎，那么有辰光呢，我得拿只饭盒子来，哎，搿个菜明朝打饭啊，那摆好子，到那把冰箱里摆。哎，阿拉娘就觉得蛮开心。哎，至于阿拉老婆明朝带出去倒脱不倒脱是伊的事，是伊的事。搿么至少屋里向看看呗。搿个是好推广，伊这个好推广，是办法。伊这个三隔板是比较可以个讲搿种做法，勿引发矛盾。哎，伊而且巧妙个侬伊化解脱。其实侬讲伊引申出来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讲，随便啥物事，寻到对方最要听的、最要做的事体。娘最欢喜听啥闲话，伊最想做啥事体的，伊要积极，侬承让伊，对，不要被看到。是个是个。但伊要听好闲话，侬捧牢伊。侬像阿拉阿婆对吧？就是老注意形象的。但是有点，为啥伊是活了最开心？我不是表扬我自家个幸福，真心做了好。就伊有啥开心，那让伊去。伊有辰光自家觉着好对吧？伊就去买，句也不管，从来也不会假的，也不晓得搿么真的假的去拨人家摘。但是有点，阿拉统一个回来讲，就算伊买着假的，不拆穿伊。哦。让伊去开心。嗯。搿么伊也是个，伊每套对伐？只好伊那么，那让伊开心，下趟永远买假，勿断去买假，也会得来。搿倒勿会，有辰光呢，就是随意个指点一下。哎，随意随意，得告诉伊啥物事物啥个，但是伊还是开心。但是伊告㑚出来讲个。我礼拜嘛，老姐妹嘛要聚会的，哪能嘛哪能嘛，哪看我穿阿里件好，进去再调一套出来，那么大家碰碰，伊讲哦，搿套好，伊套好。侬这个媳妇做了介好呢，那先生呢就不存在三隔板问题。哎呦，伊嘛，也上面高了，也勿高，也没。现在个时代啊，搿方面已经老少。哎，老少老少老少。现在是因为侬就讲倒过来啦，大人啦侪让㑚了。伊就等于两家人家变成一只大的完整的一家人家。你讲了对，搭牢里，搭牢来，搭牢里，哎，所以社会发展了，家庭结构也改变了，所以侬搿个三隔板啊，老早是三隔板，现在双面高的对智慧的要求啊，对侬这个各方面的要求更加高了。哎，阿拉再来看头对比哈。其实无论是三隔板还是双面高，讲穿了就是两个女人爱着同一个男人。辣辣这种情况之下呢，要是再有个小人。加上两代人对教育理念的不同态度，就更加让男人们叫苦连天了。我说我儿子怎么不喝我奶了？他把我的奶全倒掉了。孩子一天比一天大，吃的越来越多，早晚是得断的。现在这个奶粉的挺好的，有的奶粉内阳成分比母奶还丰富呢。我只问你一句，我的孩子我能做主吗？没人不让你做，对吧？啊，好，你们给我听好了。我儿子六个月之前喝我的奶，如果以后我供不上，那是我的事情。我现在能供上，我就让他喝。我亲爱的亚萍妈，我请你以后不要再喂我儿子奶粉了，啊，算我求你了。好，欢迎回来，这个两位啊。那么阿拉现在这个小朋友要出来了，要养小朋友了。哎呦，小朋友的教育抚养啦，也是一个老重要的。
有辰光搿双面胶、三夹板受个气啊，其实当中个烦恼啦，迭个小人当中。对对对，所谓个双面胶、三夹板，能最能体现出来个，就来了下一代身上。下一代个身上。就是两代老人。嗯。要为了搿一个小囡，那么弄得来夫妻两家头当中隔壁头多了一些个，多了一些哎，这个，那搿是我老师李仁凯老师一直讲一句闲话，现在啦，一个小人生毛病住了医院里不得了啊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侪吵了要去陪，还要讲哎，侬昨日来过来，侬回去，今朝我来，这小囡现在是宝啦，是宝，所以来小人教育问题。吃饭、日常生活高头，经常会得闹家庭闹矛盾。妈，你不用管了啊！他哭一回知道不管用，以后就不会哭了，以后就老实了。来，掏出来多大呀！你不要吵了好不啦？你给我放出来！你拍给谁听的？拍给你儿子听的。真的，因为啥？隔代亲，对，隔代亲，就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会得放纵，就侬，哎呦，侬也吃嘞，小人也随便吃嘞。那么现在爷娘呢？觉得自噶，阿拉现在带小人要有科学个方法。科学个方法，对。啊，大约，小人个大约温度控制了，比方讲38度、39度、40度，搿么，伊勿是像阿拉爷手摸上去，比侬表面温度稍微烫一眼眼就可以，伊勿是个，科学。科学。拿温度计量一量，搿就讲搿侬讲作为上一代个老人看了海，伊侬讲伊会得勿讲伐？伊肯定要讲个呀。刚才讲，那不是也是我那个大头吗？那么搿就是一对矛盾。不是养老好吗？哎，那么还有点呢，老年人勿像阿拉小辰光，甚至于还吃，有辰光吃百家饭个啦。带出去，阿拉妈抱了手里，人家啥人欢喜？哟，个小姑娘哪能介好些？来来来，不要讲啥了，主播。是阿拉是会吃个，勿惯个。阿拉小辰光，侬蹲台对伐？蹲台勿老烫嘛，呼哧哧一，那么老年人把嘴巴里捂捂，再吐出来，又拨小人吃，伊觉着。搿安全了，勿烫了，对吧？但是侬现在拨现在去看，得了了，哎呀，你心话，你心话，搿哪能搿样子呢？是的呀，搿就是每一代人勿一样。伊是讲蹲台，我又想起是蹲台呀。伊是后一碗冷脱子再吃。哎，可勿要讲嘞，阿拉娘看了的，阿拉搿个侄子个等于是外婆了。伊是哪能讲？伊勿惯个了，伊勿考究个，伊老烫个蹲台了。搞了多少小人？阿拉侄子吃回去，阿拉妈讲要死啊！我只看到阿拉孙子眼睛个翻白呀，烫得来搿能介样子，伊也勿管。那么阿拉娘也吼，那其实搿就是，如果讲是一个媳妇告一个婆呢，搿就矛盾多得一得不得了，对伐？哎，而且呢，现在爷娘侪比较忙，因为要打拼个辰光嘛，所以领小人啊，多数是搿隔代领个，甚至外公外婆啊、阿姨阿娘领个，侪是那领个。那么伊领个时候呢，的确是有辰光比较放纵个，因为小人比较吵嘛。娘，现在搿个老早讲吃糖吃巧克力，小辰光。不得了嘞！有的吃蛮好的，拼命不能吃，没呀。现在是屋里向少饭嘞，小辰光乖乖乖，一角九分的巧克力，阿拉外婆是扛了架子的角落头里向。要侬今朝表演老好嘞，那么咬一口一半，咬一眼眼，杀了侬。那么搿辰光属于侬不吃好了，因为没啥吃。现在是屋里太多了，所以要厨房不宜吃了。要吃完。那么比方看看电视啊，看动画片啊，不宜多看啊，眼睛哪能，所以有辰光爷娘得个。上一辈的那个是有点，那么其实这个谈钢筋的啥，爷娘是现在，我看有两个娘是老结棍，出八号子，要靠的。那么这些爷爷看嘛，心里不开心，不开心了，侬哪能噶凶了？侬搿属于讲了客气哦，搿假使讲搿要去告儿子讲哦，搿我晓得哦，阿婆要告儿子讲哦，哪桩事体啦？那真的哪哪想帮伊办案是办多分啊？办案是啥人啊？我就搿小人嘛，伊欢喜啥么？侬弄啥么子？都能讲伊弄得出来。我就是洗一枪呀，我天正好录像，匆匆忙我就跑得去买只汉堡包。真的呀，一个年纪大的老太太带了一个小朋友，辣买搿么子。伊讲我要吃啥，我要吃啥，老太帮伊点。伊还讲奶奶，你吃什么？伊讲我不吃，我看看就可以了。马上个老太太就跟伊讲句话，侬回去勿告㑚爸爸妈妈哦，侬就阿拉外头吃了碗小馄饨啊，哦是吧？就有交关爷娘就觉得，哎呦，搿食品勿好被多吃，或者哪能？经常有个老年人去接小人路边摊，啥个烤鱿鱼翅啊，搿什么，小人呢挂了，屋里好吃物事勿吃个，看到搿么来得个稀奇，来，乃末跟伊讲，勿别吃，㑚爸爸关照哦，勿许吃哦，㑚妈妈讲过哦，回去勿好讲，哎，吃吃哦，吃嘴巴擦擦清爽哦，那么夜饭要多吃点哦，勿是㑚妈妈看得出哦，侬外头吃过物事哦，就是。老人呢，就是讨欢喜。哎，阿爷顶好了，阿娘顶好了。爷娘没办法，爷娘呢，伊觉着
我一个我要这个侬讲科学让伊成长，要逼牢小人搿能，伊能，伊能搿能，最好侬读起来能够成才，或者钢琴家，或者企业家。所以爷娘就想不通，哪能好放纵伊了？现在起跑线就介紧张了，小人就要逼牢伊上。对吧？要哪能哪能？搿么男人侬家是要去告女人讲，算了，哪能啥物事？伊一句闲话就讲，来三勿啦？下趟只顾像侬一样的，搿马路里向哪能？下趟都小人大起来，阿拉吃西北风。哦，搿句勿好讲啊！搿句一讲，阿哥来边上听，下趟像侬一样，哪能？阿拉子太背过了。哎，所以讲人家被人吃亏了。那搿事体也蛮多了。阿哥也不开心，就是亲和和婆之间啊，两个人之间，我发现迭个人啥人身浪向，伊总归有一个。人家搿叫软肋，哎，一个痛啦，绊勿得个地方，绊勿得地方，哎，阿拉今朝讲个三甲板跟双面角了，其实我还是一句闲话，就随着经济的发展，社会的发展，人的文明程度提高，阿拉现在各个点已经勿一样，老早是为了住房条件啊，为了阿爸阿爸兄弟姐妹搿人多眼，一个人少眼啊，争就为物质啦，物质啦。现在逐渐逐渐演变过来了，因为阿拉现在物质生活相对就好了啦，就为了交关情趣啊，为了搿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，搿种生活方式，生活方式搿么开始转变了，哎，就其实也是说明了阿拉社会辣辣发展。我是认为啊，三甲板搿块甲板，侬要对两个女人侪待伊好，搿块甲板对勿啦是烧得样个。家务还是新，搿家人家是兴旺，好烧得样。要死嘞，搿侬两个女人侪对伊勿开心，搿个眼里是搿的，伊眼就是那块隔壁龙烧脱了。搿么烧勿样个，侬懂伐？所以讲，我认为是两个女人老重要个。如果讲两个女人，我同时爱个男人，是真心爱个，对伐？你也勿要认为我养侬出来，侬就是我私有财产。要晓得，我养侬出来，侬我是真心爱侬个。搿么有一点眼开眼闭，有交关事体，侬勿要去插手伊拉小夫妻个事体。那么如果个女人真实爱自家男人搿个，那么侬也让伊心情愉悦，伊愉悦，伊上得等了伊拉妈搿搭也吃排头。那么搿其实搿家人家家务还是行个，没啥事体了。老年人呢，要拨小个让伊拉留眼空间。那么小个呢，要想到老年人，侬要可以亲密无间，经常去看看伊拉，关心伊拉。那么搿能介呢，这个双面角啊，三甲板搿交关现象会得越来越好。对对对，所以我讲搿个三甲板双面角是蛮难做个，但是呢，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呢，侬自家。心里要有把尺，有本账，侬自家心里清爽，掌握好尺度。这个家庭呢，一个男人是一个顶梁柱，是蛮要紧。要做好三个板，做好双面角呢，能家呢一家人家才会幸福和谐。对，好，非常谢谢两位嘉宾的参与。今朝闲话上海滩呢，到这就结束了。那观众朋友们，再会。再会。好，让阿拉看看今朝微信平台浪向观众朋友又有啥个有趣的问题呢？主持人好，我昨天听到的是叫偶分克数。搿偶分克数又是啥意思呢？又是哪能写的呢？这个偶分克数呢，是一句老上海话，比喻这个做事体啊，恰到好处，浑然天成，像算好的一样。因为老早这个裁缝师做衣裳呢，要按照尺浪向一分一分克来数的，而尺的最小计量单位呢就是分，偶分就是讲精确的到尺的最小单位。比方像阿拉老早这个三甲板搭双面角当中提到的。男人心里就要有把尺，要后分克数的处理好老婆和老娘之间关系，才能呢，家庭生活才会过得好。女大三是抱金砖还是屋梁摊？啊，先生抱金砖哦，侬绝对是块金砖。侬做啥不敬业的？女大三，有种地方讲是女大三屋边摊。屋边摊哦。我就会在脑子里一记头会出现一个句话，哎，跟你下趟会得是我老公嘛？真的。